谢谢你。投给您，老板老板娘，生意兴隆哈、哦！我是怡农，那今天跟我们的沈素贞，让我们全体党工职一起来拜托大家，超级粉丝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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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到蔡培慧是一个多么真诚的一个人，过去二十几年来，从九二一地震之后就回到家乡，不论任何职务，不管任何的角色，都一心一意的希望让家乡更好。所有的朋友们好伙伴们一起来让南投更好，那今天我们大家有这个机会把他送回立法院，这是我以及所有伙伴们支持蔡培慧最重要的原因。我们一起来努力，3月4号一起把培慧送进立法院。